请告诉我，告诉我为什么从昨天一直到现在你总是不理我。我早已对你说我和他已分手，那天是因为在街口我和他又碰头。虽然说已分手，我仍然与他点点头，谁知道他竟然像以往那样的那样的勾着我手。请你要相信我，我心中只有你，什么话尽管对我说，请不要误解我。我请你告诉我，告诉我为什么从昨天一直到现在你总是不理我。我早已对你说我和他已分手，那天是因为在街口我和他又碰头。虽然说已分手，我仍然与他点点头，谁知相信我，我心中只有你。